宝宝带来的精彩表演，我是接档主播 Morning 酱。喜欢主播的话，记得点点关注。这是992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，主播呢，给大家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一首《一直很安静》，送给大家。主播是一个歌舞主播，之后还有两支舞蹈带给大家。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人放感情。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，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清醒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心理。大家早上好呀，这里是一首一直很安静，送给在992这么早一首候在992的各位朋友们。你说爱像云，要自在漂浮才美丽。我终于相信，分手的理由有时候很动听。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，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我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，以为自己要的是曾经，却发现爱一定要有。大家早上好，燃爆星星坐在这里，这是992星星秀，一首一直很安静送给大家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，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。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，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。是用来说明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谢谢大家，么么哒，早上好呀。手一直很安静送给你们，接下来还有两支精彩的舞蹈带给大家。Baby, I'm praying. 想要
见，喜欢你的冒险，赢走你的掌声，我会即将表演，不想错过一眨眼，我留下了完美的弧线，留下一秒的心跳来让你触电，流动的鲜艳，裙摆位置画圈，不会路的公牛彼此很蔓延，这不成梦也不冒险，只需要我避开一点点，如果我能相信就可以扭转一切，左手不想小广告，九九二长期招收场控哥哥，他以为是韩国人，然后有意向的哥哥吗？就联系下我们麦上面的黄马，么么哒。下面有一首中国风爵士带给大家，就是这首《风月》。Baby
谢谢大家。刚才一首《风月》，中国风爵士带给大家。还有时间？好一封，还将近两分钟。主播呢？啊，要回去了，还没有。主播，十五分钟之后，肉肉表演完之后，还有十五分钟的档是我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走开哦。一会儿我之后的主播还会，肉肉主播还会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。Hello， 欢迎新加的哥哥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九九二，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啊，还有一分多钟，我再给你们唱一段歌吧，好吧？一小段，哎，可以唱个《追光者》，早上。哎，最后一首《追光者》送给大家。有花花的哥哥可以走走花花，还有星星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。